唐宝阁有个鬼将，展示一波。鬼将能拿来展示的保底得11技能以上吧？哦，看这个价格肯定得12技能了。哦，10技能镜台壁垒鬼将，哎，镜台鬼将我还真没见过，草有点帅啊，怎么办，有点帅。10技能镜台鬼将啊，高体资啊，高工资，有点帅啊，壁垒完美技能。这只宝宝还真的没法打别的技能，你要是打善恶就拍兽诀啥的得11技能满足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卖一个10技能全红镜台鬼将啊，完美技能，没有啥缺陷，套装应该就是带一把高级防御，高级防御有了明斯啊，带明斯套，适合109级群雄的法系用，法系不需要神马对吧，然后他这个血宠能当公宠用，公宠能当血宠用，不用咋加力量，就跟须弥一样啊，魔力加的越多加成就越多，镜台血加的越多啊，收益就更高。